有请下一位，冯老板。四位老师好，我叫冯正，来自北京。你好，你好，冯正老师是跟阿雅老师一起出来表演的，还有石头啊，对，还有石头，他们三个一起出来表演的。请问一下，你说你在另外一个节目拿到冠军了，请问你在这边也会拿冠军吗？尽力，尽力，尽力。好，有没有想有没有想过会去别的地方？是移民的意思吗？就是不用去别的队战队的意思吗？啊，对对对对。就是，怎么说？我觉得你可以考虑考虑别的队，真的。您有什么建议？我们福利好啊。那福利，你到底什么福利啊？你来了你就知道了，对吧？哦，还有福利啊？对，千玺他抢你的人呢、啊，没关系。不要我了，我是说，他真的是不是？其实不想，他不想要。那看你一会儿投票表现。哦，谈条件了，谈条件了，谈条件，谈条件了。好，来，好吧，炸起来！你在这边的状态跟那边状态不太一样，你这边会紧张哎，因为剪辑啊，会剪辑，所以你在那边也是紧张吗？我的天哪，跳得很好，跳得很厉害啊、哦！但是那边应该也有心痒痒的吧？没有，谁敢上？我好想看那种，就是没让他过的背，然后有没有扣到背到，然后没人举手，他直接晋级那种。肯定有，真的肯定有、啊。你对自己的自信呀、啊？肯定有，对吧？我挺自信的，我对他们不行，他们都是恶毒的人，恶毒的人都是厉害的，都厉害的哦。好，到底冯正有没有机会晋级到下一轮呢？我觉得没问题，冯正当然是能随票过的。反正就是我看那个四位老师的反应，就是觉得还应该还不错吧。三、二、一。哇！很明显，完了，说错话了，抱歉。不是，没有。其实我是真的想看，到底有没有人敢去挑战。因为我确实想看看下面还有一些什么人敢上来，就是我有点看好戏的一个心态。对，不是，我觉得这人吧就怕鸡，您知道吗？不是，因为如果要直接你要去晋级的话，我告诉你，你真的应该来我的队。真的假的？您都没投我。这个投没投根本没关系，这个没关系啊。你不给人家票，你还要他来你这一队。笑死我了！要找回自信，对对，听您的，更自信。好，那你要跳，你要选 call out 还是 battle？ 我选他们选。哦，他们
的决定是吧？哦，这太帅了吧！我喜欢你这个星。你知道，就这种态度我是要定的，你知道吗？你要的定，我才快啊你。好，有没有人不服？有没有不服？谁敢不服啊？这个超服好吗？红哥那个作品没有人会 call 他的，谁会自杀呀？对不对？没有人不服，没有人不服，没有人不服。三、二、一，哇！Let's get it right now. 四季大对决。Come on, come on.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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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It's a battle now. It's a battle now. Woo! 我是不是有我是不是有点慌？ Oh, come on. Oh, come on. 我觉得韩庚老师就是想玩一下吧，就看可能是现场有谁敢掰他。有点紧张，但有点期待。Come on！ 介绍一下，介绍一下。大家好，我来自北京五加五，我是一个最想在舞台上跳舞和 battle 的人，但是我有我的使命。然后刚才冯正带这一队，然后我带那一队，然后我输了。四位队长，三二一。恭喜我们的双号组在本轮获得胜利。我找冯正 battle 有两个原因，如果我有幸赢了啊，就算我对我们的队友报仇啊；如果我输了，我就向我20年的队友致敬。我选择 battle。我想了一下，冯正是最合适的，除了他，我觉得和别人 call out 都不对。嗯，本来赢没什么事，突然跑上来一林云龙，这可是高博对冯正，这是高博对冯正。一边是冯正 ，Pop Sonic KOD 中国第一个被世界所承认的国际级比赛第十届的裁判，一边就是这个比赛的创始人。而且高博是我和李玉龙的前辈，他是中国第一个 battle MC， 也是中国第一个被国际邀请的 battle DJ， 就是大家都不知道的事情。OG， 我上一次看到他们两个 battle 刚好10年，10年前两个人在一个酒吧里 battle， 然后他们两个一个人拿着一瓶酒 battle 之前干了一杯，说不知道下一次是什么时候。就是现在。我觉得所有人就不要坐着，都站起来。在别的地方看不到，看不到。Alone， Mr. Bobo， Pop Sonic， DJ You Ready， Drop the beat。One for the funky， two for the soul， three for the fresh。Just gotta keep on， keep on， keep on， keep on。You just gotta keep on， keep on。